仇恩家的新品毛毛虫面包，咱这是大颗中的啊，你看这个头是不是挺大，一个是90克，9.9块，现在到时候给咱们发5个，里边是带有珍珠奶油夹心的，它这个夹心是那种不多不少啊，刚刚好吃的是正正好好的口感。这个面包吃起来就是那种有点柔韧性略有嚼劲的那种口感，这个组织很扎实，吃起来甜度不会很高。我觉得早餐要来这么一个，你再搭配一杯牛奶，那得吃得老饱了。这个头真的挺大挺厚实的，都是给咱们现做现发的，保质期是15天。里边这个馅儿都被面包给吸收了，但是它这个奶油就是那种很滑的，一点都不会甜腻。线下同款是不是一个都得卖到4-5块钱的？经典就是经典啊，真的好吃这毛毛虫面包。它搭配着中间这个奶油，你看着不多啊，但是你每一口咬起来就那种挺湿润的感觉。这个好吃，姐妹们，爱吃面包的你尝一尝啊，一个1.9块毛多，真挺合适的，又好吃又便宜。